第一个问题，学佛者彼此遇财务纠纷，是否可以上法庭？若不上法庭，应如何处理为善？佛陀对我们的教诲，第一个条就是布施。所以我们要懂得了布施真正的意思。布施是放下，布施是舍。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财富的因就是布施。这一生拥有大财富的是过去生中财布施多。这一生当中聪明智慧高的是法布施多，健康长寿的是无为布施多，所以无不是从布施而得来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遇到财务纠纷，特别是关于财务方面的事情别人或者是劝你投资，或者是这个劝你这个向你借钱，你借给他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个钱不希望他还来，你就离得心安，你就很快乐。他还来呢很好，不还来了也好，要存这个态度。那是什么？我命里有钱，有这个财富，越舍越多所以啊，决定不可以为财发生争执现在这个社会上财务纠纷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佛弟子要做好榜样，对于财看得破放得下这样就好，决定不上法庭，决定不向人讨债，自己再困难再苦也不要做这些事情我相信这个因果是苦尽甘来，你后面一定有大的这个财富会现前不要想的这些东西这是真正的施舍。